鄭融今年第一首派台歌爆登陸 New Way卡拉 OK 唔夠一個星期啊，點唱率已經打入頭三名啦，認真犀利！我哋事不宜遲，有請我哋今日好靚嘅女主角 Stephanie 鄭融。就當然是忙宣傳新歌爆啦，咁同埋已經籌備呢個七月中會推出嘅兩首新曲加精選，咁其實今年呢一個自己嘅精選唱片都花咗好多時間同埋心機去諗個概念啦，同埋所有啲相啦，咁所以都好期待可以快啲俾大家睇到。其實爆呢一首歌，我自己都覺得係有一個好好嘅信息喺裏面嘅啦，要將一啲唔開心嘅記憶啊，就要好好咁樣重新去面對佢啦，然之後學識放低佢。如果唔係咧，就會傷害到自己咯。到最後尾，咁樣一個好爆嘅儀式要進行啊！呢度咧有好多個炮竹型嘅氣球啦。咁咧一陣咧，我哋在場朋友一齊數一二三咧，咁就篤落去。寓意咩咧？鄭融爆呢首作品，越爆越有，攻佔各大流行榜嘅 number one， 好唔好啊？準備一二三，哇！希望你爆呢首歌咧，長爆長有啊！因為你已經克服咗你嘅心魔啦，十年嘅企劃要開動啦，耶！唔該曬咁多位，今日咧 New Age 新聞 Days 咧爆鄭融嘅活動咧已經圓滿結束啦，希望大家咧踴躍的參與，多謝鄭融，也多謝大家出席今天的活動的。謝謝。